嗨，我是温哥华的 Dr. 球球。这部电影是给大家一个报道，是有关香港的。香港的娱乐已经是冰封三尺，非日日之寒。在英国的 City Metric 有一个报道，香港 Hong Kong is on course to be China's ninth city within a decade。香港已经进入了在10年之内成为中国的第九个城市的过程中。其实，在加拿大人眼中，香港人的指数已经从国字级下降到国家级了。香港只是中国的城市，香港的学生的学问水平跟中国学生的一样，没有很大的分别。我的女儿在Vancouver 的 Simon Fraser 大学办事，她告诉我，香港来的跟中国来的学生的分别就是他们的口音，英语的口音不同，但是英语的能力是差不多的。我再给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证明，在加拿大 BC 省考取地产买卖经济牌照的，英语要求是英语语文能力指数 LPI 的6分每分钟除以的最小4分。以下的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豁免这个 LPI 的考试。中国所有的大学，包括香港大学，不论他们的国际大学排名多高，都得不到这个豁免。英语为母语的大学可以豁免，当然可以了。假如是那个Australia 欧洲。英国他们的英文跟加拿大的一样的，当然可以豁免了。但是新加坡跟津巴布韦，Zimbabwe 是非洲一个很小的国家，都是 Zimbabwe 是从前的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跟好几个其他的地方都不是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的，都可以拿到这个豁免，可以知道加拿大人的眼中中国大学的学生学问可能很高，但是英文的能力就不及了，这比下去了。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何中国跟香港很多大官他们的子女都不上中国大学。假如你想知道多一点有关于 LPI Language Proficiency Index 的话，你可以看我另外一部电影，是那个学英语要有目标成为最有效的。那个电影是我最近upload 上那个 YouTube 的，是我 Dr. George Cho's Vancouver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的第6课。假如你要知道一点有关于 Dr. George Cho's Vancouver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的话呢，你可以到那个国语班的半年说流利英语秘诀的清单里，那个第一课就可以进到这边看到那个介绍了。Thank you for watching. I'm Dr. George Ho. 我是柯医生。假如你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请你点击喜欢，还那个跟其他的朋友分享，在其他的媒体还是那个面书、Facebook 的地方跟朋友分享。最好呢是去订阅我这个频道，因为你订阅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电影很多人喜欢的，我就多做些方面的电影。订阅是完全免费的，Goodbye。